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9年1月15号，星期二，农历是1月初10。好，那么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你好，请讲。你好，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啊，请讲。我想给我儿子看一下。讲吧。属龙的。啊，属龙的。男孩。啊。19几几年讲啊？1988年，属龙的男孩。看什么？我想看看他身上有灵性。我看了。或者啊，有啊有啊有啊，有一个老太太，有一个啊。老太太。不是，我已经，现在怎么情是怎么回事呢？我现在呢，就是我儿子呢，他现在有那个精神上面的毛病。对呀、就是个老太太在他身上呀，讲都不要讲的。我已经给他念了，我给他念小房子已经念了2000多张了。你一个人念的？哎。你没有接缘过啊？我没有，我一直是自己念的。你自己念的话，他身上有几个灵性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想四个你知道吗？四个你听到吗？四个是吧？啊，现在还剩一个了。你说你的水已经烧得要开快了，你说你不烧水了？我说，我在还在念，我继续在念。哎，你想想看，你儿子有一段时间好的不得了。哎，就是我就是走，练了以后呢，有10个月，就是他不吃药了。看见了吗？就是10个月就蛮好的。哎。蛮好的，现在呢又发起来了，发起来现在到医院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发起来吗？任何病好起来之后，你一定要坚持，不能懈怠。因为你我坚持的，因为就是中途呢有一个情况，就是我妈妈呢又因为我妈妈刚过世1年多了，在梦境里呢她就有好像有我妈妈，我就给我暂时给我妈妈念了多一点，给她就少一点。好了就发起来了。啊，对了，就是这样啊，灵性就是啊，你不还她钱，她就马上就发病了。那现在不是，我就念的少了，就是给我妈母亲念了嘛，就是这样中途就少了一点。少很多，不是少一点。哎，就是少了很多，是的。现在呢，我觉得发愿了，又发愿，就是我还发愿800张，再继续给他念。你现在发愿800张，再给他念，那么你再念一段时间，他还会好。问题就是说，你当时没有好啊，没有做到这一步啊，所以就不行啊，听不懂啊。啊，我知道，就是哎，我现在就知道了，我现在打电话，我儿子究竟有多少灵性症状？还有一个老太太。还有一个老太太。还有。那现在还有多少小灵性？一个是老太太的灵性，还有她曾经破坏了一扇门。破坏什么？一扇门。扇门啊！啊，把那扇门弄坏掉了。什么门啊？就是他过去生中有破坏过一扇门，门是没关系，什么门？他把关鬼的门给打开了。哦，关鬼的门打开了。哎，鬼全跑出来，跑到一个农村里。哦。听懂了吗？懂了，我知道，把鬼的门打开了。对了，鬼跑到农村里面去了。跑到农村里，在那里拉走了很多人，所以那些冤魂都找他。哦。听懂了吗？他现在就成了一个，我懂了，就现在身上还有一个老太是吧？对，还有我现在目前是看到还有一个老太。但那我想问一下，他还要多少小房子要念一下？目前来看还要460张。460张。啊，我继续念，我反正一直都给他念。对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已经发愿再给800张。你记住了，你以后
他没有完全好之前，你就算帮别人念，你不能说减少，你只能说那个动都不动，只是念了慢了一点，听得懂吗？你不能跟他讲的我要减少，一减少他马上犯病，听不懂啊？我知道了，讲错话了。现在呢，现在在医院里，就到精神病院嘛。我告诉你没有办法了，他现在这个老太太在他身上乱来的，还要乱摔东西啊，乱骂人呐、还要打人。就是他在家里就是有时候发火还有就是像怕，就是快快地方就是有恐惧，好像对啊，窗帘啊全部关起来，是在外面有人求他就是那是鬼呀、就是鬼来抓他呀。那我肯定要念，我肯定要念了。你不把你把他念念嘛，就出来了呀。明白了吗？就现在念，就给他念是吧？对，放生了，放生了，师傅，放生了多少？放生倒无所谓，放生450条我也一直在给他放。450条吧。一直放，反正就给他念经嘛。对呀、你最好像上次这种，你一直不要当中停掉，一鼓足足气的话，就是、我现在知道了，听到你。我就是听到你师父开示，我经常听你的开示，就是我中的，我现在后悔死了，要到停到10个月都蛮好的。对呀、就是中完全好了。哎呀，真的可惜了。我真的后悔，我也真的无知了，不知道。无知了，无知嘛，就慢慢的就是出事了呀。可是我现在就是没办法了，我现在继续给他念，继续念。对呀、你要许愿了。因为那些灵性啊，一旦他重新搞他的话，那他要的价码就比原来高了，你听得懂吗？我许了800张，800张以后之前我喊你，我记住你。你这样的话，你儿子很快就出来了，明白了吗？好吧。不要再神经病了，不要你再神经病。我跟你说了，有的时候要集中把一件事情做好。所以一门精进并不是说你要选择什么法门，它是所有的事情都要一门精进，不是单单指某一个学法门的问题，听得懂吗？好了知道、不是我以前呢也学的别的法门，我觉得不适宜我，因为一五年嘛，我看了一本书，就是你这个卢台长的书嘛、我看得很真的看得很感兴趣，所以我就一直就是看看学呀。但是我这个一本书，我这儿没有什么师兄啊，我自己整天在家看这个书。我好像我有救了，观世音菩萨救了，我真的。台长有几十本书呢？激动得不得了。我有几十本书呢。我知道，就是当时我刚才接触这个心灵法门的时候，就是无意中人家送的这一本书给我的。缘分呢、我看了很感动。我自己感觉冥冥中是观音菩萨给这个事安排给我的。对呀、我真的好激动，因为当时很无助。你看看10个月都念得这么好了，药都不吃了，你看看这菩萨不灵啊。十个月都不吃药，我老公嘛就是怕药，说你怎么碰这个病看不好又怎么。我才不相信他了，我说我反正听听师傅讲开示的，反正是这样，什么事都不要怕，有观世音菩萨，你什么都不要怕，所以我坚信观世音菩萨，我现在什么都怕，我反正有依靠，有观世音菩萨。对了，有观世音菩萨。所以我心里很，现在我也不怕，我就是现在念，就是念吧，你就念经嘛，念了他就出来了，好了，不能再跟你讲了啊，乖一点的。好，感恩师傅啊，感恩大师法，感恩菩萨，感恩师傅，再见。你看，所以呀、欠人家债呀、人家要债的人要得急呀、你还不还了，那他就来了。喂，师傅，你好。喂，师傅好。帮看一个王人，那个叫赵子涵，
叫就是走，走之前加个叉叉，然后子呢就是木字旁加个辛苦的辛，寒就是今天的今，下面加个口字。去年雅加达法会回来第二天往生的。赵子涵。对。赵子涵。女的。赵子涵。啊，蛮好哎，在欲界天呢，欲界天。但是他为什么这个女的，他为什么给他好像做看门的了？就是在欲界天的城门、啊、城门边上的，不是主要的门，这里边上的看门的，他是，嗯。哦。哎、上次师傅也看过，说他在欲界天。啊，就在欲界天，你看我讲的一样吧。对不对呀？啊，对，他在看门。现在还看门。哦，现在还可以继续往上抄吗？很难的，嗯。哦。嗯，再说吧。上次他给母亲托了个梦，他说不要叫我亡人，他说，就是说他还没有过世的那种。哦，那就那个了，说明他告诉家里人，你们不要说我亡人，我还活着呢。是啊，他精神活着，他在欲界天呢，精神活着呀，明白了吗？好，看什么？师傅看下一个亡人，那个叫夏宝海，夏天的夏，宝贝的宝，海洋的海，2017年晚生的男的。夏宝海啊，对，阿修罗，哦，好啊，没有，还没有到天道呢，还在飘着是吗？没有啊，在阿修罗呀，不飘了，还要多让小王子可以往上抄。你大概再给他念69章，看看他能不能做护法神吧。好，我一定告诉他们。最后看一个那个4022这个地址证号，女的。几几年啊？属什么？4022编号，那个地址证编号，女的。你要给他看看有没有莲花上去啊？对对。4022。是不是偏胖那个女的？不胖。脸颊这里，是不是胖胖的？不胖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哎呀，不行！哎呦，他掉下来了！哎呦，一个灵性啊，在他的脸上啊，我的妈呀！哦，怪怪的，鼻子可以转到这种地方。哎呦，哦、眼睛下面两块肉可以拉到耳朵这里的。给他这么多张小房子，把他我看超度36章第一波。然后21遍。21章啊，21章。好吧。他的莲花在上面吗？莲花掉下来了，看看去。他是哪方面做的不对？我看看他几几年属什么？几几年我记得大概52岁左右吧。
我看他现在是在练财方面不是很干净，还有口业，口业。哦。好的，好的，我一定告诉他们，听住您。好了，感恩师傅。好了，没有问题了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师傅再见，嗯嗯，感恩师傅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哦，师傅好。哎、啊，你好。师傅你好，向你请安，师傅弟子向你请安。谢谢。我想问一下，跟同学问一下，1984年的老鼠，看看他的妇科。1984年的老鼠啊。啊，老鼠，84年的老鼠女。嗯。啊，不好哎。他的妇科啊有淤血，这是第一个。对。啊，我告诉你啊，他这个一直不正常啊，啊，正常的生理期一直不正常。一直流血。啊，淤血很多，哎呦。还有很多淤血是吧？啊，而且我可以告诉你还有一个问题了，他长了一点点小的疙瘩在里边呢。对对对，上次师傅说他的也是这样。啊，你看了吧？你叫他，叫他要第一要吃点妇科的药调理一下。第二，我现在看他主要是有很多的散灵在他的身上。散灵是吧？嗯。哦。好吧。好的。散灵的，散灵的。要往生咒吗？可以念往生咒。嗯。好。好吧。师傅，你看看他要几张小房子，往生咒念几万遍。小房子呢，先叫他念到47遍。是小房子是吧？哎，然后47遍之后21遍，21遍。哦，47张，21张对吧？21张 ，sorry， 21张。哦，好。21张之后大概要63张。63张再63张，好。啊，就可以了。嗯。好的。嗯。他的这个缘分呢、啊、是。嗯。是跟人家有点不好的缘分在里面。缘分是吧？哎。师傅是跟他的父亲缘分吗？好几个人，他跟他们家里人的缘分都不深的。对呀、啊，他跟他的父亲好像。跟他父亲也不好，然后呢？是。对他的嗯，对他的妈妈也有问题。跟他的妈妈也有点是吧？对。师傅，那么跟他妈妈要念姐姐咒吗？不要。要的是吧？不要。啊、哦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啊好，没关系的。好的，好的。好吧。那现在他跟他的父亲好像很冷漠，他爸爸对他很冷漠，他已经跟他爸爸一直在念姐姐咒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很冷漠嘛，就是缘分呀，缘分到了呀，不好的缘分的，开始不好的。哦，不好的缘分到了是吧？啊，开始不好的缘分了呀，一般的好的缘分你感觉得出来的呀。哦，看见之后总是很开心、哦、很发喜啊，对、嗯、好像他昨天去看到他的父亲，他爸爸对他发火了，是不是？还要发火，老爸已经还要发火是吧？我说、啊、他老爸已经奄奄一息了，还要这样搞啊，没什么好搞的。是不是他外面他好像不知道，他外面我也不能说他们什么东西。你不能说了，就下一位再说了吧。哦，那么就我，师傅，那个我看看，我是1958年属狗的，看看我的业障。嗯。1998几年生的？1958年狗，属狗女的，她的业障多少？啊，可能
那你就叫吧。啊，师傅，多少啊？我看一下啊，63张吧。师傅，我是要小房子63张吗？对。是我有灵性吗？有灵性啊，在肩膀上。在肩膀上是吧？嗯。哦，好的，63张，我先念的。那再看看，我1958年属狗，那个业障现在多少？你说什么？对不起、啊，最后一句。啊，没关系，是1958年属狗，他的业障有多少？1958年属狗的怎么样呢？哎，就是业障多少？业障比例？38。现在38了，师傅啊。嗯。师傅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做错了？我。对不起啊，师傅累了，师傅睡着了。嗯、师傅，对不起，你太累了。啊，一看图腾就是。感恩师傅，师傅，我是1958年的狗，看看业障比例。嗯。哦。哦，你怎么这么少啊？你只有14哎。只有14是吧？啊，你做什么好事啦？感恩师傅，我一直，师傅。一直做好。我现在。非常感恩你哦，还有个同学想问问你。喂，师傅你好。啊，不可以。喂，你们不可以这样的。一个人打。哦，师傅你好，我就是前面他说的那个1984年属老鼠的。嗯。因为我非常想化解我跟我父亲之间的恶缘，所以想问问师傅，我应该如何念经？姐姐咒自己许愿10000遍、20000遍这么许呀、啊。10000遍、20000遍这样许愿、啊、是吧？人家你改不了，不他，你只能改变自己啊。哦。听懂了吗？你父亲、啊。听懂了。等到他以后死了，你就知道了，再哭也来不及了。人说走就走的，听不懂啊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有什么意思、啊？那师傅除了念姐姐咒、许愿这样10000遍、20000遍，我还需要怎么做？什么？许愿啊？我说我啊、就是念姐姐咒呀。姐姐咒啦，然后念礼佛啦，然后跟观世音菩萨许愿啦，明白了吗？哦，明白了。啊，就是这样，没什么好讲的，彻底改变。因为我之前做梦梦见我父亲好像外面有女人，然后我又梦见他就是在梦里也对我很冷淡。啊，你父亲有女人，那么对你妈妈不好，跟你有什么关系啦？他对我现在就是一下做完梦之后就一下对我也非常冷淡，就是跟以前不一样了。啊，一点点来咯。啊，你现在几岁了？你还要他怎么样啊？你讲给我听啊。我就是想就是化解这个恶缘。化解恶缘就要自己先放下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你不放下，你就化解不了。每个人生都是靠自己努力的，靠别人解决不了问题的，听不懂啊？嗯。好了。哦，感恩师傅。嗯，要自己要学会调节自己的心态，明白了吗？嗯、知道了。好了，再见了。嗯。哦，感恩师傅，谢谢师傅。嗯。嗯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喂，喂，你好。哎，师傅你好，弟子给您请安。啊，感恩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嗯、啊。哎，请师傅慈悲看一个62年属虎的男的。
想看什么？请师傅看一下他的心脏，他总是憋气，师傅。不好，两根血管都不好。嗯。两根血管都不好呀。嗯。那师傅应该怎么办呢？应该吃丹参片。丹参片哈，好的。嗯。复方。嗯。哦，复方好。嗯，他不但心脏不好，而且他的腰也不好。啊，是是是，师傅，他的小便都不好，听不懂。对对对对，师傅您说太对了。啊，师傅，而且他的腿正面总是起那个痘痘，特别痒，而且不容易恢复。师傅，你记住了，只要血到不了的地方就会痒。哦，明白明白。明白了吗？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被蚊子咬一口，那个地方血被人家被蚊子吃掉了，这地方就有炎症了，所以血到不了这里，不能清洗。嗯，那么然后你这个地方就肿起来了，听不懂啊？嗯，明白了，师傅，感恩师傅慈悲开示。师傅他需要放读多少张小房子，放生多少条鱼啊？师傅，放生，放叫他放甲鱼啊？啊，甲鱼36个，嗯，36个，好的，师傅。小那小房子呢？小房子叫他先念33章。33章啊、如果不好的话再念32章。32章、好的，师傅。感恩师傅。请师傅再帮忙看一个盲人，他的名字叫张丁甲，男，2010年去世的，师傅。不好啊，在阿修罗。阿修罗呀，而且在阿修罗不好的地方。哎呦，那师傅那还需要多少小房子呀？他自己本身素质不好，哦，脾气大的不得了，嗯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师傅您说的，脾气太大了，我告诉你，在上面他都惹事，明白了，师傅，那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74，慢慢念吧，74，慢慢念，好的，师傅，那好的，感恩师傅，那师傅能不能再帮忙看一个莲花呀？414，女的男的？女的，师傅，在纽约拜的师，414。还在。还在哈。啊。好的，好的，感恩师傅，他们的业障他们自己背，不让师傅背。感恩师傅，师傅再见。再见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时间关系呢，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。